王建筑，感动本小姐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这个钱，那就这样吧，等我改日再来找你挖起来。琉璃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这个是琉璃，把它转送给太子殿下。好品，突然想起来，宫舍里有一瓶当年你送给我的毒药，我拿给你看看，有心的话。突然觉得好累啊。不行了，我要晕了！我晕倒了！晕倒了啊！太子殿下会保护好我，没想到还是让自古昏君来了。又演起来了，可能是被他看穿了，岂不是？可就不要怪我不义。什么情况？在抢毒丝。看来县主今日是精心打扮过，跟往常更不一样。好看对吗？殿下今日也不简陋了。殿下所用之物都是带着容器的，臣怎么配得上呢？那是自然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朱杂碎，只能用这些来招待太子殿下。殿下，花县主求见。这么快就来了？不见，都说不见，便连本部的耐心都没有。这才来劲，殿下能做什么事儿？殿下，哦，都觉得还是不想劳烦花县主了。没事，你别客气了。闭嘴吧。没事，别。闭了。哎呀，真没事，哟，没事。花县主这般智勇双全，何必求助？殿下是在责怪臣女吗？不是在夸你啊。既然如此，臣女与殿下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告辞了。哎，县主。花县主，力气可足了，走这么快。莲儿，不想理你了。花县主这是在向国求援。太子殿下，您能帮琉璃出去吗？不能。三皇子在这里画画，太子殿下为何站着？我来看看县主，谁知道县主会不会对孤的三殿下动手？你的一切牵连，我可是深恶。下官有句话不知当不当讲，太子殿下还是不要经常来寻花县主比较好。哦，我知道了。臣女回去休息了。